欢迎最后一位喽。好，接下来欢迎到的最后一位是杰晨，欢迎。我是看出来是打什么的。杰晨你好，请问你几岁？20岁。20岁，所以是大二吗？对，大二。所以你是读什么学校的？辅仁大学。哦。所以这次比赛第几名？第5。第五。嗯。比第八强一点。强三点，强三不止一点，三点。所以关于政大有很多外国人加入，你觉得你 O 你觉得 OK 吗？不 OK。你有什么话？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政大第一名的那些选手说？他们那队说。但是我们好像也有，他们也有。你们也有外国选手？我们也有，只是你们少了一点这样。他们有几个？他们有四个，我们2个。那对，那也是有差、啊。对啊，有差一点这样。所以你要跟他们喊话喊什么？如果你们没有杨将，有可能就输我们。可是你们也有杨将吗？都是2个的话呢？对，我不一定了。好，杨将要公平啊！如果你们也本土，如果你们今天都拿掉杨将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可能会赢政大？我可能蛮有信心的。你觉得可能会到第一名，还是说第二、第三？就是要赢他们就对了，因为他们已经4.8了。所以政大4.8这件事情，在大学里面，你们打篮球的人是很不爽，对不对？是很强，没错，但就是怎么都是他们，强太多，对，都是他们，对，很不是滋味啦。嗯，所以你现在还大二，也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2年。所以你的位置是什么？得分后卫。后卫跟得分后卫差在哪？就是可以运球，也可以得分。所以后卫不能得分哦。没有，后卫就是比较专注于在传球跟喊战术上。但是你是又要看战术，然后又要得分，对，所以你的就更难嘛。各有难的地方，但是我的就是得分要比较多。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封号？蛮多人说是大心脏球员。大心脏球员。对，为什么？嗯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有些人会在大场面怯场，但我比较不会。有没有什么疯狂粉丝追你过？就是因为我对粉丝还是会有基本上的那个界限在，但是他们都会很疯狂的一直传讯息。会传到很哪一些让你觉得很反感吗？就是会一直问我说能不能跟我出门，然后要干嘛吃饭什么的。哎呦，但我会觉得说顶多到吃饭而已吧。我不太清楚。还是你有收过什么辣照？哦呦，哎呦哎呦，是哪一种？哪一种真的有？腿还是？都有，身体各个部位，全身都有，对，包括小肠吗？小肠还没照。小肠，你会不会觉得值得珍藏？哦，不要不要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得分后卫。对，杰晨，3、2、1，请拿。哎呦，好可爱。你好，杰晨你好。所以这那边有一位后卫，然后这边是得分后卫，所以后卫可不可以讲一下他比你厉害的点是什么？他没有不一样。哇！不是，你只有后卫，他还要得分呢。就是得分比他多。得分比较多，嗯，好像也没有啊，有。他，你第几名？他第几名？我们没有老外。很执着，他很强，因为他的执着。来，两个后卫动作快点 ，PK 一下。对，后卫 PK 也很好看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加球，加球。哎，讲真的，像一个男人真正的比赛，不要给我装可爱，也不要有藕包，不要在乎你头发要变直。虽然再怎么洗，他应该就这么卷了。那烫的啦。所以你不要担心发型 ，OK？ 认真 ，Come on！ 来，射手，微笑射手，微笑射手。小钢炮 VS 大心脏。嗯。杰森就是尽量不要让立森拿到球。哦。你要抓抓球，但是你要得分哦。我得分了。投了，要盖。投了要盖，要干扰啊。立森，射手，你有没有在认真打？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你刚才很弱哦。九零生气。我盖到了，盖到了，盖到了，认真，认真，盖到了，快盖到了，就是我。对，洗菜。立双，爱你。你听听看，真正的啦啦队会怎么讲？立身，恭喜！那个
带火锅成功 ，Come on， 来一个立身的应援 ，Let's go MVP 陈立身，我有立身，很亢奋，然后得分后卫也得分了，得分后卫杰成。哇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杰成，你在帮他介绍个人介绍吗？得分后卫杰成，他的妈妈叫做是什么林美如，他的爸爸叫做。杰成，应该是杰成，杰成，你好棒，杰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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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你是介绍他，对啊，得分后卫杰成，基地主持人博成，你是柳丁，我不是柳丁，来，如果以你的身高，你也是后卫，对不对？对，敢不敢三人斗牛？三人怎么斗牛？斗牛，我们有三个，斗牛不能三个人吗？三对三，所以三对三，不然看谁可以抢得到球。他们两个互相传球运球，然后柳吴等下抄到他的球就好了。你说柳丁，我们两个中间，一打二，我们两个中间，他们两个互就是互在 battle， 然后你看你可不可以把球抢过来？哦，好。柳丁是台南，柳丁，台南第十八名的，第十八名。哎，抢到球要帮柳丁应援哦。好。那正式比赛哦，我就不闹了。好，不闹了。你墨镜有没有拿下来？认真的哦。认真，不闹了。让我们看到汗水跟青春，还有那个热血 ，OK？ 这一场我不闹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！哇！好可怜啊！柳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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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在传，传啊传！刚刚是不是有累到？是不是？对，有点。而且速度是不是你真的抓不到？嗯，太快了。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球到另外一个人那边，就一直重复这件事情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嗯，你不是也是篮球员出身吗？那太久以前了。你很喘哎。你是不是还是 B boy 比较强项？我其实也不是 B boy。都是你告诉我，我才一个知道。我一直唤醒你的记忆啊！知道。所以你这个头发烫多久？一个多月。你女朋友喜欢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你没有女朋友？来了。你喜欢哪一型的？快点帮你真有跟大家讲。可爱气质这样子好。好，园艺。园艺。园艺来了。园艺帮我拍几张那个卷发的写真呢？头都痛了，你这个要至少要3000多吧？这个朋友，小米来了，免费的，对。所以你就卷发摆什么 pose？ 就打球，然后有拍照。没有，你要跟头发有点互动的啊。然后拿着球，然后跟头发有点互动，就是你知道卷。我这样子，这样子吗？帅的，帅的，帅的，不要惊讶，不要搞笑。然后帮他抓个3张。嘻嘻，不嘻嘻。帅的，帅的，互动。要帅一点，帅一点，帅一点，帅一点。就拿着篮球这样，这擦汗还怎么样？这是不是总监来拍照？对吗？啊，你很贴心的，还问有没有拍照？当然没拍照，有拍照吗？原意有拍到，也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干嘛拍这个？那我们等下就可以在这电脑看到吗？没办法，不行啊。是假拍吗？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不用看了啦。好，谢谢杰成，欢迎你。哇，这四位都是目前现在那个大专杯，是大专杯没错吗？嗯，对。两位冠军，一位第五名，一位第八名。但他们但没有洋将，但对他们都是只有那个，他们都对第一名就是诸多不爽，诸多不爽。对，可是没办法，那就是第一名，对啊，四连霸。四位女生，你们看完有觉得哇，男生打篮球真的很有魅力吗？打篮球真的，我觉得不一定是篮球啊，就只要是会运动都特别迷人。对，哎呦，你真的会想去现场帮他们应援吗？应援吗？你说要这样
立生你是最棒的。你如果加入球迷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注意到你？哎，对耶，因为球员他们感觉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太疯狂的粉丝，嗯，就是多半我觉得篮球员们好像都还是喜欢那种气质类型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像我觉得像子子啊，他们在应援的时候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招牌笑容。哦，我觉得笑容很重要，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因为一定还是会有落后的时候嘛，就只要看到啦啦队很热血的，就是摆出那个不管你们几分我都支持你，我在你背后这种感觉，觉得力量会重燃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。为什么每一次我看子子跳，我都觉得他发质好好？大家不都说那个发香区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流汗就会有，就是多少还是有点汗味嘛，所以有头发香香的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可以吸引到别人注意。然后又像我之前有去开球过，就不是篮球啊，但是我去开球，然后有跟着跳应援。可是我就那时候我是短发，但我就不敢像他们一样这样把头发放下来。虽然是短发，可是我还是会绑起来，因为我头发很毛躁。哦，就是我之前有漂过枕头漂，所以头发很容易断裂。然后有自然卷，所以我只要一跳，我头发就会很 Q。可是你现在头发很顺，我现在头发很顺，可是我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个头发很毛躁的照片，就是它下面剪。整个都是倒立油漂，对，油漂。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只有漂里面，但是因为发质就是比较干，跟现在差好多。对对，我现在其实养发养蛮久了，看起来发质超好，而且在发亮哎。因为我现在呢都用这个，我最近的心头好。就是这个宋云桦也爱用的香水喷雾发油，就是随时可以喷，随时可以喷。因为通常就是发油，我们传统发油都是按压式的，对，那这是喷雾式的。而且这个现在是很多人包包里面的时尚单品，因为传统的发油抹上去会黏黏的，然后它只要喷，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香。我可以喷在空中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你看什么水雾的？看起来它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术，所以它会把它们雾化，就让那个分子会更小、更好吸收。那像我自己之前其实很讨厌用发油，我几乎是不用的，因为我的头皮是容易出油的类型。嗯，然后香，我现在闻到了，闻到了发香区。发香区它的香调是那个蓝风铃的基调，有一个知名的香水品牌，对，有一款。对，就是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这个百货公司的那个，对，它不会香到这个味道。对对对，重点是它的那个持香度可以到72个小时。对，这么久，它只有这个 size 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30ml 的，就是我可以随身携带，我们出去旅行什么都很方便。今天有带来大罐的，要分享给大家。好啊。大家应该手上都有拿到这个香水喷雾吧？对。刚才我有试喷给大家看嘛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传统发油一般都是按压式的，是那种最麻烦就是用量很难控制，对，就不知道压多少下，然后弄得会整个手到处都油油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它这个喷雾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不沾手、不黏腻，然后秒吸收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我发量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我就会分左边、右边。那如果你的发量很多，像直直的话，可以分左边、中间、右边，分区，对，分段。然后其实你只要距离大概半个手臂，大概是这个距离，由上往下喷两下，好香哦，大概等个几秒，然后呢再用手去帮它做整理，这样子。直直口，直直口吧，太多了，你一边喷五下，真的太多了，再慢一点。谢谢。你看它其实完全不黏腻，因为它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。就是我刚才有讲到，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术，可以让它一喷那个分子就化成雾状，对，所以可以很快很快的吸收，可以均匀散布我们的秀发这样子。如果你怕油的话，我们这边有准备这个吸油面纸。现在要立刻吸吗？可以啊。这个打油能不油？哎，压很大力。对。哎，这边完全没有。你用搓的。包的这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油嘞，真的没有哎。所以那个滋润是从哪里来的？它不是油，它是油，它是油，它里面的成分其实很好，因为它有含来自那个摩洛哥的雪松精华油，还有多重的这个修护的成分，可以让我们头发抚平毛躁，对，非常非常快的可以吸收。因为其实你两边真的已经有差了，两边有差吗？哎，有，比较亮，很亮又顺，对，好美啊头发。
而且它完全没有用梳子，它一喷就完全不会毛躁。它直接用手顺一下。对，好厉害哦！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你的手完全不会黏，因为那个发油真的会手黏黏的很烦。要洗很久。对。那我把两边都喷完。好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那个光泽的感觉。那记得不要喷到发根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护发油，你喷到发根就可能会去你的头发比较塌。对，你真的整个柔顺亮起来，很像去做完头皮 SPA 一样。哎，对，真的超亮的，哇，已经真的顺到不用梳子，没有，真的很光泽哎，哇，而且非常柔顺哎，哇，洗发精广告，超弹的，我头发现在很健康，哇，我跟刚刚原本的照片差很多哎，很亮，那你现在水发应该很美吧？就是要叫我甩发吗？像刚才这样觉得漂亮，而且他刚才这样甩过去，味道好香哦、喔，发香吗？直接马上闻到，哎呦，不用闻。对，因为像我之前有时候常在外面工作，然后就觉得回家应该味道会淡掉吧，但是它居然在我洗澡的时候味道都还在，然后就觉得不是只是去应援，像有时候我们可能爱去吃一些火锅啊，或者是烧肉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时候，也可以喷一下。它这个瓶身跟一般发油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玻璃的，质感是好的，高级感很重。那我们现在喷的这个是比较淡雅的蓝风铃的香调，还有另外一个这一款呢是玫瑰雪松，那是比较偏甜一点的物质调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带来跟大家。谢谢你的分享，香水喷发油，好健康，很实用。然后最后，刚刚我们可爱的小 Q 毛杰晨是以为我们在闹他，因为帮他拍了两张写真。对，我们的摄影师袁毅呢，刚刚有把这个照片已经马上。你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拷贝给你。很可爱。第二张，第二张更可爱，第三张更可爱。你会拿去交友网站好不好？因为里面只有目前他单身。对，套现在我跟你讲，绝对交得到女朋友。哎呦，投进了啦！你知道也好可爱啊，很可爱，超 Q。是不是觉得刚刚一切值得了？本来觉得很尴尬，想要多拍几张，多拍，再多拍一点。没有这个时间。好了，恭喜你们，四位很棒的球员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